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感恩您点击我的视频。今天我们来做简单易做的橄榄菜蒸嫩蛋吧，希望大家会喜欢。橄榄菜和鸡蛋味道完美，这道蒸蛋食谱做法简单，适合在忙碌的工作日做。蒸蛋还能调理脾胃，它可以入脾经和胃经，而且它口感软糯，易于消化和吸收，能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也能提高肠胃的消化功能，对人类的脾胃不和、消化功能下降以及胃炎和胃溃疡等常见不良症状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看那嫩滑蒸蛋，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哦。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材料有鸡蛋和橄榄菜。鸡蛋打入碗内，把鸡蛋打散，加适量水，正常情况下，鸡蛋液和水的比例是1:1.5，口感是最好的。水少了口感发硬，腥味也重，水多了蛋不易成型。一茶匙胡椒粉，搅拌均匀。蛋液过筛，加一汤匙橄榄菜，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开始蒸蛋了。蒸蛋的时间大约10分钟左右，如果不熟就再蒸久一点。蒸蛋出炉了，随意淋上芝麻油，这样味道更香哦。橄榄菜蒸蛋可以吃了，没骗大家吧，做法是不是非常简单呢？由于橄榄菜本身已经有咸味，所以不需要加盐，避免过咸哦。上网找了些关于蒸蛋和橄榄菜的资料，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平时多吃蒸蛋还能美容养颜，也能延缓衰老，更能预防癌症发生。橄榄油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血管保护剂，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适合高胆固醇的人食用。橄榄菜中富含很多的营养成分，还具有人体所需的碘、铁、锌等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橄榄菜中钙的含量很高，适当吃一些可以补钙。
橄榄菜是广东潮汕地区所特有的汉族风味小菜，属于粤菜系，取橄榄甘醇之味，芥菜丰腴汁液，加豆油盐至生铁鼎，文火铲炒，费时几个钟头，慢火熬煮至乌亮润泽，煎制而成，下注品尝，舌尝方裂，细细咀嚼，留香齿颊，别有一番韵味，食之开胃消食，帮助消化，增进食欲。橄榄菜的功效与作用：一、促进消化，适量吃一些橄榄菜，可以改善肠胃的消化功能，可以使人的食欲上升；二、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因为橄榄菜的脂肪含量大大低于其他油脂，因此食用橄榄油可降低因摄入脂肪过多而罹患血管硬化、高血压、心绞痛和各种肥胖症的风险。三、治疗胃溃疡，橄榄菜还可用于胃溃疡的辅助治疗。胃病患者每天早餐前食用两匙橄榄菜，有助于缓解胃部疼痛。四、镇定治便秘，橄榄菜还可作为镇静剂以及治疗便秘、黄疸和胆结石的良药。五、治风湿炎症，橄榄菜还可用于治疗风湿症、神经炎，消除面部皱纹、护肤、护发和防治手足皲裂等。六、保护肝脏，橄榄菜还可治疗肝脏疾病，因为它有抗病毒的作用，故可提高肝脏排毒的功能。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能够增加餐后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速度，有助减少热量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蛋白质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关键物质，鸡蛋中的蛋白质质量较高，消化吸收力也比较高。鸡蛋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对了，如果您在寻找鸡蛋食谱，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哪里目前有266个美味鸡蛋食谱哦。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8:30为英语版本，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